透视已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禅宗说卦》。今仔日要介绍的是64卦中的第28卦大姑卦，卦名是泽风大姑。大姑就是大的过错、伤过、超过的意思。古早册内面也有讲过，这个字有经过、度过的含义。顶一句卦是伫咧讲以用之道的易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和安养，百姓的生活更加安宁啊！因为营养过头，造成阳气过盛，一寡毛病甲问题都会开始出现啊！所以易卦的后面才会接大过卦。十卦讲大过颠的，颠有颠倒甲震动的含义。这句话意思就是咧讲，伤过超过都会发生变动啊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。阿明已经在这间公司上班七年了，因为自己是这间办公室比较比较资深的员工，所以平常时做事情的时候都很不客气，只要是他认为对的事情，他就不管别人的建议，一定会照自己的方法去做。所以大家私底下对他有很多怨言。两年前有一个同事要离职，因为还没找到新人，所以那个同事只好先将自己手头上的工作跟阿明交接。当时阿明认为他们两个人应该是上届尾仔一届见面了，所以在形式上更加不客气。阿明甚至也故意为难对方，明明半天就可以交接完，阿明硬要拖时间问问题，足足拖两天，对方才将所有的事情都交接给阿明。那个同事最后一天上班要离开之前，阿明也用很讨厌的口气说，这声好啊，目睭看不到，心情就不再烦了，再说祝咱以后不再见面了。当时有很多人听到都认为阿明将话讲了太过早，事情做了太过绝了，毕竟未来的事情什么人也说不准。两年后公司来一个新的副总，一开始阿明听到消息的时候也感觉不要紧，反正自己正常表现就好了。结果新副总来的第一天，阿明整个人都懵了，因为新的副总竟然就是两年前离职的那个同事。虽然对方公事公办并没有为难他，但是因为阿明整天担心对方会公布私仇，所以在工作上的表现就越来越坏了，最后给公司给主权。这就是泽风大姑这句话想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，凡事都不能想过超过，为人处事方面，代志袂当做甲伤尽，人袂当做甲伤绝。凡事拢爱留一寡余地，安尼对别人或者对，是对你家己拢好。接下来咱要看的是大姑姑的卦象。大姑姑的下卦是巽为风，上卦是兑为泽。巽卦有木的含义，会当解说成大树啊、竹。就是注意的意思。树木的生长本来就要依靠水，但是现在水在顶端，木在下面，就表示大水已经淹过大树了。大树若是吸收太过多水分，它的根部就会烂掉，甚至也有可能这几丛大树会直接让大水给冲走，所以太过多的水对大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大姑姑的挂图初牛和人牛的位置是阴牛，中央四个是阳牛，咱将它当作是一块插头来看，就代表插头的两边是软弱无力的，只有中央的部分是坚固实心的。如果将这块插头拿来做厝的牛条，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。时间一久，牛条就会弯曲变形，甚至是崩起，非常的危险。
大哥哥的里面有四个阴爻，两个阴爻，安尼一个阳盛阴衰，外强中大的卦象，表示目前是有心无力，负担伤过重的情形。伫个医卦的时阵，安养过头啊，才会造成阳气伤过旺盛。虽然大哥哥是一支凶卦，但是对君子来讲，大哥哥的出现。无完全是一件歹代志。国人当头，伫这个时阵愿意站出来，唔惊困难，继续向前行的人，得到大成就的几率，自然就会比较客观。不过，毕竟这支卦的本质就是一支凶卦，就表示容易有烦恼、压力伤过大的问题。所以，伫咧做任何的决定之前，千万袂当妄动。有缘爱保持谨慎的态度，用心观察，争取上好的时机，做出对家己上该有利的行动。大过的卦的卦词是讲：大过动脑，利有攸往亨。脑这个字有弯曲的意思，卦词的意思就是讲，厝的牛条无正，已经开始有弯曲的现象啊。这个时阵适合离开家，重新找一个新的安心之处，才会当得到亨通安定。搁安怎坚强的人，嘛有等袂掉的时阵。就算是力量强大的君子，嘛爱明白进退的时间，爱顺应时局的改变，才会当避免灾难。接袂亲像弯曲的牛条共一款，总有一天会断掉。所以卦辞才会讲，即卖行动去别个所在发展，反倒倒来有利。大过卦一再咧讲强调，凡事拢未使想过超过。跋着这支卦的人，目前大环境互你的压力甲挑战，已经超过你会当负担的范围啊！你的肩胛头愈来愈沉重，这就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。不过危机也是转机，为着要避免受到伤害，如果你在这个时阵会当颠覆家己过往的风格，大胆离开即间伫要搬去的厝，重新找适合你的所在，就会当得到通达的好结果。总结来讲，大过卦则逢大过，代表过度、伤过、超过的意思，因为目前是。阳盛阴衰的情形，会造成局面无办法平衡，就亲像牛条同一款，一旦若超过伊会当承受的程度，就会慢慢啊弯曲无正，情势就会愈来愈凶险。所以伫这个时阵向外发展，另外找安心之处，才是有利的。这是一支代表超过极限去挑战困难，会因为压力伤过大，造成真多烦恼的凶卦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，投资求财必得利。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港心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三种说卦节目好奇账号。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欢迎回来三中说卦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泽丰大哥。大哥卦的出现代表现在有负担太过重，没办法轻松解决的情形。因为社会竞争增加，再加上时代和技术的进步，每一个人每一天会接收到的信息愈来愈多，造成现代人什么都拢无，压力上介多。责任其实嘛是一种的压力。譬如讲，你是学生啊，讲认真读册，就是你的责任。当然，读册这件代志嘛会乎你不少的压力。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照顾全家伙啊，就是你的责任。替因操心，这就是你的压力。你是一个上班族，处理公务是你的责任。你想要将代志尽量做到上佳好，这个想法同款会变成你的压力。
压力会当讲是每一个人用尽一生拢想要排解的问题。但是压力若是用伫个正确个所在，就会当变成你的动力啦，互你愈行愈悬。甲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少年人因为生活压力伤过重，每一天拢伫咧吐大亏。有一天，伊听讲深山内面有一个真有智慧的高人，所以少年人就决定要去拜访高人，希望高人会当指点伊帮解脱的方法。高人听完伊的烦恼以后，并无甲伊讲什么大道理，只是揢一个钉篮叫伊按伫肩胛头顶悬，然后甲伊讲：“我伫个山顶等你。”你为山脚开始行，每行一步，就捡一块石头啊，放伫顶篮内面。到山顶的时阵，你才甲我讲你这一路行来的感受。少年人照做啊，一点钟以后，伊总算是行到山顶啊。一看到高人，伊马上就将肩胛头顶悬的顶篮甲放落来，然后坐伫土脚伫咧喘气。高人问伊有啥物感受，少年人一边切瓜一边回答：“我只感觉家己愈来愈忝，就特别挡袂住啊。”高人对少年人讲：“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，肩胛头顶悬拢有一个空篮，向前行一步，就会放一挂物件伫顶篮内面，所以才会有愈行愈忝的感觉。”少年人问伊有啥物办法会当减轻负担，高人笑眯眯问伊讲有，不过这得爱看你要如何选择啊。事业、爱情、父母、朋友、财富，你愿意放弃啥物呢？少年人一句话拢讲袂出来，高人继续甲伊讲，顶篮内面装的毋是负担，是一种的责任。你无办法放弃对一个，是因为因不但会当互你压力，嘛会当互你感觉快乐甲幸福。享受的时阵，你袂感觉因是负担。为什么叫你排责任向前行的时阵，你反倒倒来会感觉因是沉重的呢？压力是责任，嘛是动力。但你愈行愈远，你嘛会感受到愈侪的成就感甲幸福，所以唔通怨叹，想办法将压力当作是你成长的养分，你才会当继续骨力。压力不只是一种负面的情绪，伊也是咱前进的动力。因为有压力，咱才唔敢随便犯错，唔敢笨蛋过日子，嘛才有能力去面对汹涌出现的危机。咱爱做的不是去排斥压力，应该是爱好啊，甲压力相处，爱发自内心去接受伊。如果成功就真好，失败嘛无啥物大不了，搁再站起来重新开始就好啊。易经爻卦论命理，掌中屈指之玄机，一爻一卦问世理，学得易经行万里。佛如八万四千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歌，会当有非常多的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伫个解说后天八卦的卦象进程，咱爱先来了解天干地支以及五行，这是真重要的基础。所以咱用图卡来予大家了解，请看图卡的介绍。天干与地支，十天干为甲乙。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五行起源于金木水火土，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。五行相生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五行相克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六亲生克土，一卦有六爻，分排六亲。六亲分别为我、父母、兄弟、妻财、官鬼、子孙。具体分辨方法，
生我者父母，我生者子孙，克我者官鬼，我克者妻财，比合者兄弟。我的五行属性即为主卦卦宫的五行属性，总体相生相克，顺序为父母生兄弟，兄弟生子孙，子孙生妻财，妻财生官鬼，官鬼生父母，父母克子孙，兄弟克妻财，子孙克官鬼，妻财克父母，官鬼克兄弟。说得来，咱为几个大家比较比较长长长的问题来做解说。拔到泽风大过这个卦的结果到底是好也是坏呢？首先是投资求财的部分，问投资求财用神，咱来看车财。大过卦的细牛坐爸母，因为用神的车财会克细牛的爸母，所以你最近的财运无理想，无适合投资求财。另外，爸母主辛苦甲操劳，代表你若是开店投资的话，是属于付出较侪，但是得到少的状况，过程会相当辛苦，因此无建议你即马去实施你的投资计划。接下来，咱来看大过卦伫个婚姻甲感情方面的问题解说。男性来看男性的部分，男性问婚姻感情，用心看车财。大过卦的细牛坐爸母，对还未结婚的男性来讲，细牛亥水的爸母会予应牛抽到的车财来甲克制，代表你最近的感情发展真无理想。唔念你喜欢的女性，伊无喜欢你，对方甚至要一点啊讨厌你，对你无啥物好感。如果是已经结婚的男性，拔到大过卦，爸母辞世，代表你爱开真多心思甲时间伫个工作上。你是一个真有责任感的男人，但是根据卦象的显示，你最近厝内面的经济状况唔是真好，而且你要惊某的情形。过来是女性的部分，女性问婚姻感情，用心看卦鬼。大过卦的细牛坐爸母，对还未结婚的女性来讲，用神有金的卦鬼会去生细牛亥水的爸母，表示适合你的好对象真紧就要出现了，而且这个对象是你的正缘，未来您结婚的可能性真大。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女性，拔到这个卦，代表你真勤俭也真好化解。用神的官鬼会去生细牛的爸母，表示恁夫妻之间的感情不错，无什么大问题。下一个要看的是身体健康的问题解说。一边看官鬼，医药看子孙。大过卦的细牛坐爸母，爸母辞世，祖庙药难调，表示你目前伫咧吃药啊，效果是真有限的。爸母主责任。所以你会感觉比较比较操劳加操心，表示你要特别注意伤过疲劳引起的疾病，建议你平常时要想办法排解你的压力，有时间休困的时候就要好好休困来调养，这样你的身体才会当早日恢复健康。人会感受到压力，其实是身体为着要顺应环境的变化做出来的调整。压力大，大部分会反映在身体、心灵或者是情绪方面。现在压力已经是变成是每一个人身上的一部分了。平常时有公司的工作压力，有同事朋友之间的社交压力，也有家庭的经济压力，压力同样也是要适当就好了。伤过侪压力，反倒转来会让人破病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压力的排解。会当找利用时间资源，唔当家己一个人点点啊来承担，以免因为站袂住造成遗憾的结果。然后是学业甲科技的部分，用心看爸母。大过卦的细牛坐爸母，用心的爸母辞世。代表你的课业表现真好，
最近考试也可以得到不错的成绩。学习本来就是一件需要开很多时间和精神的事情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可以有好的结果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学习的动机，让自己有一个目标，这样在你感觉艰苦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想起这个目标，你就会有动力继续奋斗。刷下来问工作的部分，用心看歌鬼，带过歌的生活坐父母播到这支歌，代表你的工作的态度真认真，也真有责任。主管交代给你的事情都不会出差错，所以主管真信任你，对你未来的升迁真有帮助，建议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多累积经验，也有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但既然若出来的时阵，你才有能力来承担。最后一个问题解说是官司的部分，问官司的用神，按来看官鬼，大过卦的生肖做爸母，用神的官鬼会生生肖的爸母，爸母主文书证据，表示目前提供的证据对你是有利的。照目前的局势来甲看，你得到胜诉的几率真高。相信没人喜欢当着受伤，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，若是真正要打官司，除了要准备充足的证据以外，做好心理的建设也相当的重要。打官司需要付出的时间、精神，也有金钱，都是你要考虑的成本。而且你也要考虑到万一败诉了后，也有可能要赔偿的问题。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，可以帮助你在面对官司的时候更加冷静。只要你有冷静的头脑，就可以做出理想的判断，而且冷静的心态也可以让你避免因为冲动或者是太过激动，另外产生无必要的事端。以上就是泽丰大姑这句话的问题解说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走入一境的世界，了解我的运用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各位好，欢迎收看《一雕之美》，来欢迎来宾阿华师傅。各位教练好。师傅，你说这两块都是属于牛樟木吗？对。那为什么它长得不一样？这牛樟木呢，在我们在十五六年前呢、因为我们的雕刻的生意呢，慢慢的可能就会比较饱和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在翻我们的木材，就樟木的木堆里边呢，奇怪呢，我们的樟木里木堆里边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来台湾的红宝石。就是长在那个废一大堆剩下的没有用的木材里面。发现了这个，那时候我们的因为生意上呢也稍微的萎缩，我们的木材呢还是有一些的量，那个量呢，我们既然有这个台湾的红宝石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就是用人工的方式、生物科技的方式呢，那牛樟木呢把它分解过后，看可不可以植生在那个我们的大量的植生在上面。先找到一块原本就有长出来的菌的木头，然后再把它植栽到其他的牛樟木的木块上面去。对，用这一块就是类似，对，我们就是用现在生物科技的方式，那我们在已经很早就开始有陆陆续续呢，就把这个剩余的木料，把它做这个再次的利用，这样子，对。所以你们的木料就是当时候除了做再利用做其他的艺品之外，另外一个出路就是来栽植、这个、对，因为这可以做我们一般的食品，那个养生的食品，是，对，养生的食品。那像这就是已经发出来的菇嘛？对，这是像您看的，我们现在荧幕上您看的，这是已经是完全已经长出来的牛樟菇。你会看这两边是截然不同。对啊，你在顶管这，这是我们一起跨几路也一起规培的，是这样吗？对，这是我们它只是一个那个菌丝而已，菌丝，那这是菌的实体不一样，有一个嘛，它是有菇已经长出来了，
这是属于是我们种比较属于一种失败的，失败的，失败的哦，建没成功哎，没有栽植成的是这样，对 对, 对, 对。那如果栽植完成的，它就会长出一朵。其实算这种是一朵一朵的，一朵，对。这按那画寡固啊，这嘞。像这个话，像这个，我们这个已经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的啊，这样子三年，这样子对，三年才发这样子而已。哇，那这个很不容易哈、哦，三年才这么一点点，它要多久才能够完形成一朵？可以采的菇，其实像我们这个一般在整理的话，大概三年到四年，我们三年四年之间，我们都会整理一次。哦，哎，整理一次，整理一次过后，可能它若这个菇生长的情形相当好的话，我们这个菇可能只有采一次，它所有的营养分呢就已经被这个菇已经吃完了，那我们这个木材就没有用了。三年四年采一次，那只是整理，对，还要再让它继续长。欸、要看我们这一朵菇很久呢，五六年要，对对对对，要要要。那你说看它成长的条件怎么样？它需要什么样成长的条件？它的生长条件非常的要非常的好，一个湿度，湿度要够，湿度非常的重要，还有天然的一个温度，还有它的就是环境要非常的干净，嗯，不要有一些杂菌的去干扰到它。所以它有自己另外的一个培养的房间吗？对，我们湿度跟温度，我们都会现在我们在做的话，都会比较另外盖一间房子给他住。哦，对对对，谢谢师傅，我们今天终于开了眼界，看到真正实体的牛樟菇。对对对，这实体的牛樟菇，实体的牛樟菇是。下次我们再请师傅带来其他的珍奇异宝。好，谢谢您收看，再会。好，谢谢吴家人，谢谢。